刀身最近的好消息接连不断，你知道吗？在刚刚过去的中秋节，周深接连参加了央视和湖南卫视的中秋晚会，演唱的 I See Us 和花开忘忧更是热搜不断，不仅收获大众的喜爱，更是收获了无以计数的眼泪。其中花开忘忧更是贡献了湖南卫视中秋之夜的收视顶峰。买了花，穿过眼界红桥青瓦，夕阳慢慢亲吻着我的白发，推开旧木门回到家，把时光都蹲下，而你只是笑不说话，一件遗憾的事就喝一碗汤，庭院深深秋叶飘落，我们苍老的时候就回到小时候，才青梅用来酿酒，你不许偷着喝，穿朴素的衣裳，牵着那衣袖，剪了小猫名为苍狗，我们睡去的时候像孩子无忧愁，反正也很难生，坐着醉月如小偷，若记忆被偷走了，忘了我的爱，我会说你好啊，这是给你的花，花的名字叫忘忧草，他说时光汹涌如水上烟波，别走远了一起回家。近日湖南卫视中秋之夜节目全网热度榜单公布，由周深演唱歌曲《花开忘忧》在热点榜单网络传播热度指数最高为 49.29， 恭喜周深实至名归，这是你优秀的证明，也是你唱功实力的见证。这两个舞台在小破站最热视频排名中还霸占了前两名，第三名同样是周深的视频。除了这两个舞台的好消息之外，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第29届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票选正在进行第三阶段58进30的投标，截止时间是9月14号24点。周深演唱的大型纪录片《紫禁城》主题曲《光亮》投票数已突破640万，与其他歌曲仅仅100万左右甚至更少的票数相比，差距简直是云壤之别。当然，这里还要呼吁大家记得去投票哦。自周深结束了《奔跑吧》、《天赐的声音三》和《开始推理吧》之后，大家一直在期待周深有新的常驻综艺，因为这样就能每周都看到周深了。毕竟像中秋晚会这样的舞台只会在特定的单一时间才会出现，这对于想经常看到周深的粉丝来说简直就是一种煎熬。想告诉大家的是，这种煎熬马上就可以结束了，那就是浙江卫视王牌节目《奔跑吧》特别季将在9月下旬开始录制，估计最早会在10月和网友见面，届时就可以每周都看到周深了。而节目更有可能应周深要求去他的家乡拍摄，大家一起期待吧。周深的几次合作就是当时让大家就特别震惊、特别惊喜的那种。当时其实您是怎么分配的？两位之间就配合这么默契？我刚开始搭档的时候，在那个节目里面，当我知道跟我一起的是一个唱这么高音的一个人的时候，我曾经有一个疑问，哎，他的音调跟我是差了这么远，其实大家可以配得来吗？配合得来吗？哇，原来是这么配合得来的，我也觉得很神奇，我也觉得很奇妙，就是好像一点都不用。事实上也是一点都不用之前什么彩排啊或者是什么，就镜头一打开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来。因为我们两个人的声音就是一个是比较，他是比较高跟尖，那我是比较中低然后比较沉，那时候刚好就有点互补了大家的长短的那种感觉。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也是那一句了，命运就是很奇妙的一个事情，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帮你找到一个啊你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拍档，是这样。周深除了即将在《奔跑吧幸福》片和大家定期见面之外，在马上就到来的9月23号的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，周深也将会有演出，将演唱歌曲《田埂五月风》。另外接下来周深还会飞行多个音乐综艺，期待。
以前经常听老人说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。小的时候并不能理解，总觉得这句话是心灵鸡汤。不过近几年发现了周深是个宝藏男孩，才发现这句话用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到现在还依稀记得那英老师哭着说的那句话，对不起周深，我喜欢李维。当时看的是现场直播，心里那叫一个难受，觉得以周深当时的演绎，声音反差带来的听觉冲击完全可以冲进总决赛，结果令人唏嘘。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到过关于周深的新闻，本以为这么好的一位歌手就此埋没了，结果他就给我们带来了那首《大鱼》。第一次听《大鱼》的时候，完全被带入到歌声里，总有一种想哭的冲动，不知道是因为歌的原因，还是因为唱这首歌的人是周深。后来周深的出镜率有了提升，但是他并不是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性格，反而是很接地气的，有时候很沙雕的一个人。后来参加了真人秀，还很有综艺感，那时候才觉得这真的是个宝藏男孩。在《我是歌手》中的达拉崩巴，还是在《青春环游记》中的幽灵公主，更是让我觉得周深惊为天人。每次看到他参加节目唱歌的时候，别的嘉宾都是那种沉浸式的聆听，我想那时候的周深已经不是一个选秀节目落选时的他了。看着国外网友在听到周深演唱《大鱼》之后给予的高度评价，我觉得这才是一名真真正正的歌者。周深最终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。在央视的中秋晚会上，周深演唱了一首《I See Us》，声音治愈，听着他的歌就能让人静下心来。现在的他不仅仅是一个宝藏男孩，更是一名宝藏歌手。苍老的时候就回到小时候，才经历用来酿酒，你不许偷着喝，穿朴素的衣裳，剪指那一袖，剪了小猫咪为藏狗。我们睡去的时候像孩子无忧愁，在梦里做个梦，看见你我都老了，那有可没骗我，一三也没有，这份爱只是活在另外时空。如果每一声再见会开启一个新的空间，每做一个梦只是痛偶尔的重叠。你好吗，离开的人啊，请帮我将爱到剧终。开着花，你在月光下不说话，一件遗憾的事就喝一杯茶，听缘深深去。